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佛教是不是智慧的？你就看佛教对我们轮回的描述，比我们还透彻。啊，佛教对地狱的描述，你看我们人类文明里面哪一种文化描述能像佛教描述的那么清晰啊？对天堂的描述，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佛教描述的那么清晰啊？西方有一个名著叫《浮士德》，对吧？他描写地狱的。但是没有像我们佛教描述的那么清晰的。埃及的金字塔里面还能看得到那个中阴状态的那某些蛛丝马迹，但是在当今人类文明里，只有佛教才描述的那么清楚。你说濒临死亡经验，濒临的这种，甚至有一个人他研究了有5000多个案例，但是就是从他研究的案例里面，你跟中有听闻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呀。啊，那还是很粗浅的，那些粗浅的。那最多濒临死亡的经验者，他只看到了什么，他并不了解他，也不知道怎么摆脱，怎么改变。佛既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相貌，又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原理，同时又告诉我们怎么改变。哎，这个是我们当今人类里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无论哪一个学术这个分类里面都没有佛教描述的那么透彻。所以就像有一位中医大师他说的，说中医不是不仅不落后，中医太超前了。用他的话来说，佛教也是这样，佛教所描述的任何一个都是超越我们现在的西方的科学理论系统的，都是远远的要比它要高超。所以爱因斯坦研究了之后，他就说能够随着现代科学发展的只有佛教，而且现代科学的发展会逐步证明佛教是正确的。所以像今天我们7月15我们来到了佛门圣地，在这里纵使我不用说的，你们就坐在这里好了，我们大家就意念着佛，我就现在在圣地，我带着老祖先在圣地好了，你家老祖先就会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雪碧啊倒的杯里一样，那个气泡啪啪啪啪，我们家老祖先全部都啪啪啪啪，就这样莲花开放，就能够去极乐世界的啊。哎，这五台山是不是就在这儿？文殊菩萨是不是就在这儿？实际上是不是不用我说一句话的？实际上不需要我说一句话的，你就在圣地，你就在圣地了，你意念的文殊菩萨了。你说文殊菩萨，我带老祖先来了，你让老祖先会不会解脱呀？那文殊菩萨住在这干嘛的嘛？文殊菩萨在这里开房地产的吗？文殊菩萨在这里开店的吗？不是的，文殊菩萨在这里千万年，在这里等待我们，就是等待我们来解脱的呀。如果你家老祖先跟你比起来，是谁先见到文殊菩萨？老祖先，老祖先反而容易呀。
我们有了这个肉身呐、啊，然后这个配备的机器又这么差，对吧？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个叫什么等外品 啊，对不对？我们的眼睛不如猫眼，我们的鼻子不如狗鼻子，我们的舌头不如猪舌头。我们这个六根配备都很劣质的，三等等外品都，所以首先我们不要啊，就是你把你的生命就只压在你的这个六根上，眼耳鼻舌身意。有的就是，就是很平常的，就是很常态的一个，就你说佛菩萨有，我怎么没看到呢？你要看到，那就不是佛菩萨了，对不对？佛菩萨的伟大，所以就像这个真理一样的，你的肉眼看到的都不是宇宙的真理。你不要皈依你的眼睛啊！你把你眼睛来衡量世界，如果这样的科学就不需要了。科学家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些工具都是有限的，所以才延伸出了科学理论和技术，然后去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真相。所以我们有时候先要摆脱自己。我们的这个我们错误的地方，我们平时都是皈依眼睛，皈依眼耳鼻舌身意，要从这个错误的皈依里面要能够脱出来，所以《金刚经》里说，若见诸相非相，下面一句是什么？哎，则见如来。如果我们能从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假象当中能透出来，那你就能看到真相。如果你一直就活在假象里，你怎么看到真相？当我们克服了自己假象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克服了我们的这个假象，那我们就能看到真相。除了我们在座的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么多人。哎，实际上我们头顶上呀，我们的脑子后，大脑后面啊，我们的肩膀上啊，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五脏六腑啊，经脉、肌肉、骨骼，实际上很奇妙的，都是有生命的。你做按摩的好嘞，他如果不懂这个啊，他按按自己会受不了的。做针灸的也是，他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那个针老扎，扎来扎去的呀。扎到后来就扎到他，就会回报他自己身上。我就有一个做艾灸的徒弟，好嘞，号称是明朝什么御医的传承。他不仅仅自己做艾灸，他也开一个艾灸学校。他是校长。到我那个课堂里啊，我那些徒弟们都不敢坐到里面，都头晕。我也头晕，我憋着。你说他家祖祖辈辈给人做艾灸的呀？你说艾灸是纯阳的呀？那纯阳是干嘛的？是不是去阴的呀？阴的都是有生命性的，你驱你不给他超度，你光硬驱，你人是有力量你驱，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他会不服气的。那我们现在的中医为什么有时候不太那个了？除了祖传的，家里还讲讲。你不是祖传，学校里这些他都书本上都拿掉了，他不要。他说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实际上这才是中医的精华。你讲那个草木啊、配方啊、这个就《本草》啊，你讲那个气脉啊，这个都是表皮的。讲到最根本的实际就是生命性，哎，生命性。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他如果知道了他自己，他打坐，他自己修行的很好，慈悲心充满，真的手到病除，手到病除，甚至看你面给你治，这个都已经那个的了，哎，好到就是你只要报个名字就可以了，哎，请问你们今天写的那么多牌位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就写个名字就行了。请问名字具不具有信息场？有信息场的。我们每一个人来，你知道你带了多少信息场？所以我这一讲，你那个里面信息场里的众生听到了之后，他只要一明白，啪就马上这个花开见佛。本来是幽冥的状态，这个无名像那个鸡蛋壳一样，知道吧？那个壳子咔一敲碎，所以我们中国话叫冲壳子，冲壳子。那个真理就冲到这个无名的壳只要一打开，就什么，就可以见到光明的。啊，所以无名和光明之间什么关系？就缺到佛法的因缘。只要现前有佛法，黑暗就会，破暗就会见到光明。哎，就是这么殊胜的。哎。我们说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啊，我自己以前学佛的时候，我悟到这一点我都试过的，啊，现在一些徒弟啊，都我早期的20-30年前的徒弟，有的我都试过的，啊，悟到的这些，但后来我就把这些所有就带到我以后的弘扬佛法过程当中来了，哎。所以你们有的说："哎呦，师傅，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说："你求佛就行了，佛他老人家圆满的，你想啥他都知道。"哎，那为什么不好啊？我师傅有句话，不是佛不灵，是你心不诚。哎，他说我心挺诚的呀，我心很诚的。我说你心诚啥？你竟让佛听你话。"佛说啥了？你听到没有？对不对？他跑到那里，我点一炷香，香都烧完了，他还没啰嗦完。然后问佛："你记得没有？我考试哦。这"这你让佛听你的，你那愚痴的不得了，你说的都是糊涂话，啊，都是贪嗔痴，对不对？啥都我，你都我，你都我到这个今天这副德行了，还我。佛讲啥你有没有听？你啥诚心，对不对？哎，你要诚心，你把佛经背下来，好好理解，白天悟，晚上悟，那你能够悟出一句话，那马上你那个窍就开窍，一开窍，你里面的那众生呼一批出来了，知道吧？哎，哎。有时候是相互的，相互关系。你不是说我以前理解，我说哦被附体了，以为就他就这么欠附呢，哦啥都往他身上附，啊，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有时候里面被附进去的他也是受害者，你知道吧？有时候好不容易我这个解救出来，你知道吧？把他们救出来，救出来他们就哭着控诉他，啊，就说我是被他吸进去的。啊，他说我跟他啥关系也没有，他就溜达一圈就把我吸进去了。我说他吸铁石啊，我说那你反省反省呢，为什么能把你吸进去？然后那个鬼想想，他说："哎呀，他说他身上的那些缺点呢，他说我也有呀。"啊，原来是这样的，啊，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知道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一个人的贪嗔痴强大到你能把贪嗔痴的鬼都吸到你身体里去的，你知道吧？哎，你像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看着黄色片子，在那好色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吸多少好色鬼到你身体里去啊？有的人年纪轻轻的，哇，那就阴气重的不得了。
为什么现在年纪轻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猝死啊那么多？啊，医生甚至说，年纪轻的如果发生猝死，他的这个挽救率是很低的，万一死就去了。为什么？你看他年纪轻，因为他觉得好像毫不在乎啊，好的有道德的听也不听，学都不学，就听唱个戏好了，他都没耐心。那稍微远一点，说啥呀啥不听了，玩抖音看快手去了。他那个这个性格啊暴躁，然后这不学好的，尽学不好的。你看他年轻，实际上他把这个年轻的生命力都学了不好的了。你这个时代，信息时代，你要学不好的那太快了。哎，有些老人还不会玩手机呢，他一辈子做的啥坏事，有时候没有年纪轻一天做的坏事多，知道吧？哎，所以这个时代就是很奇特的。他恶贯满盈了，他是不是福禄寿都折掉了吗？我这样讲听懂了吧？哎，所以现在像我看到一个年纪大的，我就心里面就随喜他。因为一个人你如果不积德，你心中没有一些为人的一种修养，真活不到那么大呀，对不对呀？哎，你不要看这个人寿命啊，这寿命要活到七老八十，哎，还真的是呀，这个身上有优点呀，否则那一点福禄寿早就被自己糟蹋的，早就死了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啊，在座的我们上了年纪的啊，恭喜你们！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年轻人要向年纪大的要看，学他们身上的品格，不要觉得我们年纪轻，我们好像无所不能。你能说吗？你能？你啥是正确也不知道，哎，圣贤的道理也不懂，懂得尽是歪理邪说。啊，有个人跟我来说是非一样的，那给我说是非，说了一遍，我说你这说一遍你自己就懂了吧？他说是的。我说心经呢？我念了100遍也不懂是吧？他说是的。我说那你要皈依谁呀？要皈依什么？你皈依就讲一遍就听懂的是非，还是皈依念100遍都不懂的心经啊？要皈依什么？要皈依心经啊？那是我们明白了才能这个回答啊。世间的年轻人他皈依什么？他就皈依他明白的呀。哎，你也没有人劝他说，你不明白的你才要留心留心啊。哎，孔老夫子说的什么呀？论语说什么啊？哎，逍遥游说什么啊？道德经说什么啊？周一参通气说什么啊？道德这个金刚经啊心经说什么？你读个多少遍你也不懂啊，但这个很重要啊，不懂你都走在正确的路上了呀。哎，你那生活当中你那个那么聪明一听就懂，那不在正路上啊。哎，我们走在什么路上自己要掂量掂量的。请问我们这世间的芸芸众生，这个路走对的多还走错的多呀？哎，你别看这个人模人样的，走都走到错路上去了呀，可惜不可惜啊？你是不是忍不住要给他讲点佛法呀？但是他会不会反弹？会呀，对不对？哎，反弹，哎，你还别被他踢到，对吧？讲完马上离他远一点。你说要想帮助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啊，所以你们能坐到这里容易不容易啊？要不要谢谢拉你来的人呀？啊，这世间的人是报恩的多，报怨的多呀，报怨的多呀。啊，这就是现实的生活啊，现实的生活啊。
哎，每天我们把三宝顶在头上，然后我们这样高要求，把自己的心啊，那个火堆子都加火，哎，这个烧得热热的呀，然后要做到别人泼凉水也泼不灭，要做这个功夫，你知道吗？然后拿这个温暖去温暖别人，但还要小心别人泼冷水，还要做保证不被他泼水泼凉掉，不被他泼灭了。啊，所以我们分享佛法是一厢情愿的事，知道吧？有时候比喻它叫单相思，一头热。哎，你是不是这样的？你学了佛之后，你要去帮助别人，是不是这样的？你帮你儿子好了，帮你女儿都是一头热，跟你说了，你给他钱，他会花的。哎，你给他佛法，他不接受的。思想的隔阂，价值观念的鸿沟，啊，我们怎么突破过来的？像不像梦幻啊？像不像梦幻？我们今天怎么学佛的？如梦如幻啊！哎，这个我很神奇啊！我怎么学佛的呀？我明明记得我以前不信佛的嘛，对不对？哎，在座的吃素的有多少呀？举举手，我看有多少吃素的。啊，看这里，哦，恭喜恭喜，阿弥陀佛。肉香吧？多少人吃素了？做梦还在吃肉呢呀？有时候想，我怎么会吃素呢？海鲜那么好吃，所以吃着肉的人他无法想象。你劝他吃素，你知道，你比他打他两嘴巴还痛，知道吗？但是你吃素了，就这样过来了，而且越来越功德越大，越来越功德越大，你就坚定不移，坚定不移，你然后就这个良知越来越发现。你会发现，哎呀，这个过去这个愚昧呀、啊，吃众生当菜呀、啊，我们多残忍啊，我们多麻木啊！这么多年啊、哦，我前面讲的那个话题啊，有可能这次大概就是这次，我可能再提到这个话题啊，因为。比较谨慎啊，平时不敢说这方面的。那是经过我这么多年啊，人间啊，鬼道啊，这个我也是好奇心吧啊，然后就研究了这些。啊，像刚才所讲的，我们一个人，你不要看，我们肉眼看就这一个人。你拿什么 B 超呀、核磁共振，你都拍不出来什么。啊，这两天虽然也有一张图片说一个人新冠病毒，啊，然后他去检查拍片子，拍里面拍出来的形状啊，有这个人呐、啊，有猪啊，有鸡啊、鸭啊，那张片子里面就，啊。也不知道是真假啊，他反正是说有这么一拍片子，说医生看了之后就再吃素，就不吃肉了。那新冠病毒容易被患上、被感染、容易感染的，往往都是这些吃肉的，往往都是吃肉的。啊，新冠病毒它本身自身是没有杀伤力啊。它会引起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自相残杀，实际上它就让我们在身体内的有一些冤亲债主就有了报仇的机会，就是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人啊，就像医学上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实际上都是有癌细胞。啊，他有的呢，他有了这个基因，有了这个温床之后啊，他就会增长
啊，就会对我们形成，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啊，有时候也是和平相处的。啊，但从另一个角度上，啊，我做超度的经验，有一个弟子啊，他以前他觉得身体不好啊，然后啊要补。民间的习惯就是吃鸡啊，吃老母鸡，一个礼拜吃一个，他觉得能补。那你想想看，他多少年下来那还了得呀？那看得见的人，哇，他说你这身上这么多鸡呀！啊，你想想看，我他吓坏了，我真的，他说我以前至少一个礼拜吃一个，那一个月就要吃几个，你一年要吃多少呀？他说你从头到脚都是鸡。那你看，我们现在人类发明的机器要想拍摄到这个不容易的，啊，我去马来西亚，我一个弟子是世界最先进的那种，就是诊疗的，啊，诊断。只要戴个耳机，往那一坐，他一会功夫就从你内到外全部给你查出来，就那么简单。戴个耳机，你就戴着坐在那里好了，他就可以排查。哎，查下来之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说那脾胃虚了一点，然后呢皮肤上有一点那个，我那时候是的，我说你看我皮肤上是，就这个都被能查出来。但实际上，它那个机器虽然灵敏度这么高，但是它跟中医，跟一个好的中医师靠脉的，它还是比不过中医师的这个脉的。中医师的脉号的会比它更准，它就能号到更准。哦，那我的，比如说五脏，你是强还是中还是弱，它都可以知道的。啊，那它就检查不出来。哎，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医学上，你看。很多，当他能检查出来的时候，往往是癌症晚期了。当他机器能反映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了。但是中医很厉害的，中医你别看那个号脉，他这个脉象就很细。人现在号中医的号脉诊法，还是要比西医的那个要更精准，精准。但是呢，这个人要有福报的，你有福报的人。这个中医就特别用心给你看，没福报的人，这个中医看了你就讨厌你，他不愿意用心给你号脉，因为你身上都是负能量，他怎么用心给你号啊？他一号，好了，你负能量跑他身上去了，哎，你知道吧？所以他就是点到即止，哎呦一碰，哎呦这个脉象不太怎么，他本能他就反感，所以人为什么要积点福德啊？你没有福德。再什么好的专家医生给碰到你，你是三等的，你那个业障是业障重的。你碰到再好的医生，医生没有办法给你用心治，因为他要给你用心，他就会承担你身上很大的业力。所以过去好的医生每天给人治多少病，他是有数的。啊，超过多少他不治了，他就是保持自己的体能的，啊，是这样的，啊，所以一般性，啊，你像我们修行人，哇，那中医碰到我们是最高兴的，给我们出家人如果治过病了，他的那个功力马上就唰一下就涨到很高，他能够然后就会给别人那个。哎，能够给治很多，哎，对不对？就沾着光嘛，你有福德。虽然你的病，但是你的病是因为被众生的业啊，实际上这个病还是功德啊。你表面看是病，实际上是功德啊。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哎，你说我要找好医生，你不用找。你要看你里面，你有德性，就是普通的医生也能给你治得很好。哎，我们业力如果很重，你找很好的医生也没有用，他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一碰到你就变成不好了。哎，这个是非常辩证的。
哎，我讲的每句话，真的你们听好了，这个都我这都是深思熟虑，我都不敢讲，有时候啊不敢讲啊，有时候。哎，我怕得罪大家呀。哎，真话不好说啊。哎，那再讲到有一些就更那个了，你说，哎，你比如说今天来一次法会来，你马上就会。法会结束，我觉得，哎呦，腿怎么好嘞？这么轻松了呢？哎，身体怎么这么轻松了呢？啊，就不一样了。实际上，你就从肌肉组织到骨骼，再到五脏六腑，那比较低级一点的那些生命，都是附在我们的下半身。如果你吃过它的肉，你直接就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那好嘞，它就是到你肚子里就分配工作了。他说：“啊，你到胃里上班，你到肺里上班，你到肝脏上班，你负责这个他的肾啊，你自己把它吃进去的。他本来是很羡慕我们人的，他是一只鸡，你说羡不羡慕我们人啊？很羡慕的，他跟你没关系的本来。哎，你吃了他，你俩就有关系了呀。哎，他说这不错呀，我就能到这个人身上来上班了。”但是他住久了，他会发现，哦，这个人不咋地嘛，这个品格还不如我这个鸡呢。他就想跑，他也跑不掉，知道吧？哎，所以来开个法会，有的就特别，你像你，哎，有他们就，哦，师傅啊，谢谢你啊，谢谢，我总算离开他了呀。他说我是冤亲债主呢。他才是我的冤亲债主呢，哎呦，你知道吧？基本上都是告状的，说这个怎么？我说他这么坏，你还到上他山干嘛呢？他说原来我也这么坏，就是相同品格就会，有个人他就那个鬼就说他特别小心眼，我说这个怎么小心眼了？他就怎么气量小。啊，然后他那个我在他的心里啊，他说我脸他就得被挤得个什么一样的，那个心量小的呀，什么样？我说那他心量这么小，你怎么跑他心里去了？他想我心量也小。啊，所以你是什么，你就会招什么，你知道吧？所以中国古人就是说，凡。是你觉得你怨什么的？你有找你自己的原因，哎，就要找自己的原因的。那为什么叫修行啊？实际上就是修自己的这个。那你修的，哇，这个，你不同的品格，你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戒。相对于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每一个仁义礼智信，每一种品格都入我们的脏腑，你知道吧？哎，一个仁慈的人，他的心脏肯定是火热的，他的跳动力就很强，所以叫仁者寿。一个仁慈的人，他长寿的，长寿什么决定的？是心脏决定的。人的持命气啊，我这讲的比中医又要那个点。中医没有持命气这个概念的，这个在佛医里才有。啊，持命气是在心脏里的。啊，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氧气可以遍布全身体，我们的血液可以遍布全身体。那有一种力叫变形力，变形气。啊，它是可以分布到我们的全身的，有上行气，有下行气，啊，我们喝水、吃饭能够消化，这靠上行气，啊，吃了之后还嘎打一个嗝，哎，就上行气，哎，呼吸呀，这都是靠上行气，然后下行气就是啊，小肠啊、大肠的吸收啊。啊，然后我们的大小便的能排出啊，这是下行气。一个人如果老了，下行气衰弱了，大小便都那个，
哎，都会。所以一个人身上的这些，它都关系到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我们说的免疫力，免疫力从哪里来啊？免疫力就从仁义礼智信里来的。你每一个品格，它就入一个脏腑。你这个品格修得好，如果加上佛教的这个智慧空性，那你这个品格入到你的脏腑里，还能解救你这个脏腑里的众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脏腑里关的都有众生的呀。你写牌位，你写哪里呀？你说在哪呢？在哪呢？你写的那些在哪呢？实际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啊，我们这个生命很奇妙的呀，很奇妙的呀。我们的一个心脏里面就住了多少众生，跟你一样的脾气的；我们的肺里面就住了多少众生，我们的肝里面就住了众生，我们的脾、我们的胃、我们的肾、我们的小肠、大肠。都有众生的，哎，一个人如果就很聪明，但不修道德，三恶道的业力成熟了，往往就会得这个，啊，哎，消化器官啊，排泄器官就会生这些那个，他那个他聚集的负能量，聚集的阴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开始那个。就是他的温床就成熟了，啊，所谓的就癌细胞、肿瘤细胞就出来了，啊，那实际上肿瘤细胞、癌细胞就是在这一节点上，你已经通地狱了，那你的地狱门已经开了。你说你拿化学放射、放疗、放啥？他说你放吧，放吧，你能放到我吗？你只放你的肉体，你只放你的元气。我们中国说治标如果不治本，没有用的。西医在更大程度上都是治标，中医呢有时候还能探索到这个本，但是里面的复杂性，因为太错综复杂，业力的牵缠。你说中医跟你号个脉，他说你冤亲债主太多，那有这样说的吧？他不能这样说呀，对不对？中医有中医的局限性啊，啊。但实际上就是，哎，你这个人，你一开始吃素了，你首先你吃素了之后，你开始念佛了，啊，然后那嗡三波来切多，咒一念，然后你的首先肠胃，你们去试，一吃素马上肠胃疾病全部就消除，会不会？哎，然后吃素了。然后你再反省，我过去喜欢吃鱼的，吃水族的众生的，然后再加上放生、放鱼，放鱼的时候向所有过去你吃过的鱼、吃过的水族众生道歉。你放了生，你再道歉才有效，你知道吧？否则他在你身上等着报仇，你啥？你跟我说，你跟我抱歉，但是你放生的那个，你会感动他，你会感动他，啊。所以佛法里就讲，你放生鱼的时候，可以把你十三生吃鱼的罪业都消干净掉，啊，哎，人你要想感动你报仇的，你只要拿出实际行动的，不是说你放生，你对这个鱼有什么用？你放生当下的这个善业力，能够化消你过去吃的鱼的那些冤气。是这个，啊，你放的那个鱼，实际上那个鱼才是你的菩萨呢。你放了它，它谁放谁啊？啊，哎，所以老是惦记着我放的这个鱼，那马上别人就抓取了，马上就别人怎么，哎，你老实实用心放吧，你把那个心用在放身上，啊，是吧？哎，所以是这个原理啊。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健康舒适餐盒结缘，日期3月24日星期日，农历2月15日，时间上午11点开始发放，地点高雄市三民区三民公园内活动中心前，安东安和达明里联合活动中心前广场，洽询电话07-221-2323。广邀大众响应如素一日活动，当日有免费理法意见。2024聚花月，新逢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兆倍。佛宝节庆祝释迦牟尼佛圣诞，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金腰大德共襄盛举玉佛祈福金刚经法会，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5月15日星期三上午9点，玉佛功德经佛前大供，下午1点半恭诵金刚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法会备有寿桃、面线，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莲师赐予国王以下的教导：轮回不因排斥而可弃，任随轮回将自行解脱。试图解除苦难，未曾带来自在，借由松坦任随，方能感到自在。于渴求之中，找不到安乐，唯有放下渴求，方能得安乐。试图避免贪执，无法斩断贪执，唯有借由厌离，真能停止贪执。教言：非靠希求而可得，觅得上师即可得教言。
仅仅依靠请求，未曾获得加持，升起虔诚之心，加持便将来到。恒时以法为伴，方能获得安乐。舍弃分心事物，怀持见地与禅修的本性，安住于无声的法身平等性中。错迦佛母向莲师问道：祈求您赐予一个方法，让不论上中下根器的任何人都能立刻确然安入觉醒境界。上师答道：一切现象的根源蕴藏在你自己的心中，这个觉醒的心是在每个活着的有情众生中，此外它是法身一界，既无形状也无颜色，不具实质或物质特性，现作广大的空明，自是即是无声的。认知这个觉受是本有的，即是所谓的普贤王如来见地，或者法身一界。这个一界法性，一即非由任何事物组成的觉醒心，其本质为空，自性为明，单只保持在这个持续的状态，称为结合诸佛密意的禅修。保持在这个状态中，没有可修的事物，也没有可偏离的目标，称为超越分合的本有行止。在演说
小在银色有时候，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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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就在银色有时候，他莫笑在银色有时候，他莫笑在银色有时候，他莫笑在银色有时候，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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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银色。